那网路宕掉啊，烂透了，我的网路断了，这不能怪怪什么，这不能怪 GGC， 烂网路断掉，我还以为怎么奇怪，画面停住不动，哇，我被吃一个门了。T1 图，哦，我有一次机会，这个我要再打，是跟对飞刃，哎，那场被那个，哎，好，不提那一场。真的打得超烂，这个，无空之力，现在好想念我的毒神哦，插着到处跑就好，哇，不要被秒掉就有机会。嗯，因为我绕一圈，这里没有路，路在右边。人家是61等哦，打68的图。虽然是这样说啊，因为只是7万而已。嗯，觉得这个打一打外弄那个，弄到70等再说。继续留真言法杖，那个会点个那个，哇，真的有健忘症，现在更忘记了，只记得基底。诶，现在换了健忘症，刚刚你要不要打？把我打死那些。附身，那鬼上身啊！那个有人打到这里，血跟护盾还比我少的吗？那个有啊，应该是也是有啦。不过这么少，真的难打。又一个门不见了，该不会又打不过了吧？你到底哪区啊？哇，还有流血哦！怎么办？不敢靠近。你们过来好了，你们过来，或者我过去。这真的是T1图啊，这么难打。我还有飞刃，飞刃对飞刃，我刚才已经输了。好，还比我快。飞刃对飞刃，啊，险胜！我有水可以喝，欸，他没有水。欺负怪物没有死的，天哪，
干，我打完王，打完王再说好了，把那个解掉。对啊，我就是完全不想用后悔值啊，通通都点护盾，然后装备我装备加护盾又超少了，最多的居然是头盔197，比我的衣服还多。奉劝不要这么做啊，虽然我已经这么做了，为了省后悔。不要开，不要开，避免一切会死掉的事情。哦，我觉得这边血可能要两根，比较好一点呐、啊。哦，没有炸尸体耶，糟糕！去买一颗炸尸体的。哦、我又转圈了。哦，宝石加一。那我采来一个奉献吧，有卖奉献吗？然后没有奉献。奉献蓝色的吗？没有。神秘陷阱，哇、哦，怎么这么鸟啊？都没有，太鸟了！尸体爆破，一个一个炸。哦、是我律动都要用啊！看这边有没有人放？没有。太鸟了。嗯，这次失败还可以再打一次。17啊，还整理仓库欸。好，无法炸尸体，只要把它拖得很远。想说那个尖刺兽，那个什么会喷刺的那只，那叫什么去了？应该好打很多，结果也没有。约七等，血超少，然后技术还很烂，这能打得过吗？这边，不对，是这边，还兼路痴，太惨了。过来都过来，呜呜呜，可怜哦，拖怪拖到外滩。这是很久以前玩烂 build 的时候才做的事，一个这么神的 build 玩成这样。哎、欸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最后一只了吗？过来过来过来，还有、哦，冰抗48。还有，多只，过来啦，真打不死。没了，守护之灵，
还要需要一个纪律，然后还要一个奉献，等等等等，从小号买一颗过来。有机遇应该还可以加个，不然要一千 ES。我想太多了吗？一千，应该没有那么多。我们加几把。没有飞刃呢。应该还是很爽的一个 build， 也要有一万 ES 啊！我现在弄不出来，就它的十分之一。爆王了吧？开个门，开个门，觉得可能还要死好几次。五点车超多，不然先拖过来。坐。有吗？有，两只。哦，冲啊！哎，那场有灯伤啊，不要提刚才那一场。一直在打。哇！哎，怎么又有小怪啊？绕跑，一个超时啊！绕跑，这次好像比较不会追、欸，之前那只超时会追，追到天荒地老还在追，哇！这终于。然后打死异界地图的第一只 BOSS， 哇，很难打。